嗨嗨嗨嗨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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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嗨嗨嗨嗨嗨大家，嗨嗨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刚刚网路不好，重开就有了。没有，刚刚网路不好，网路好了，网路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好，网路好了。剪刘海，对啊，要待三天，不对，不止，要待一个礼拜了。你看，齐眉毛了。嗨嗨，嗨嗨嗨嗨 ，Kira， 嗨嗨轩轩，嗨嗨 Eddie， 嗨嗨卡丘，嗨嗨北原神推，嗨嗨塔瓦哥，嗨嗨性格，嗨嗨 Popo， 嗨嗨志伟，哎呀呀，嗨嗨博奇，你的声音五汤人，对啊，对啊，雨爱。谢谢西西的分享，谢谢 Eddie 的分享，嗨，喜乐库玛，谢谢本人神推的干杯，嗨嗨日风，齐眉的例子没有，这样很呆，喜乐库玛晚安啊，谢谢塔瓦哥的东森购物 logo， 这是什么？阿 Kira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我喊个八仙果，好见的声音有点母汤哎。然后他很大，谢谢小瓦哥的新之冠，耶耶嘿，好久没看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人家因为这礼拜断考，所以我把它排在六日，对不起啦。谢谢玉峰的新之冠，谢谢变成星星你们的守护玫瑰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哦，我吃一个八仙果，因为我声音有点糟糕。考的好吗？嗯，地理画卡第二名，我地理画卡第二名，画卡只是手写没有啦，我手写比较不好，地理画卡第二名。期末有没有跟我一样炸？没有没有炸没有炸，怎么又到一些？嗨嗨阿华，有吗？有变尖吗？应该是我变瘦了。谢谢 Eddie 的新之冠，原来荔枝生长不是老力，我不是老力好不好？我很年轻，我很年轻，很年轻。不是你开特效？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开特效，没有吧？对啊，为什么会变这么可怕？等一下，因为我今天不是用我平常的那一直播哎、欸，他是不是不能换？我来看看哦，没有，我没有开啊。瘦脸对比大眼美白红润磨皮，红润美白，哇，哎，这个差好多、哦，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？我刚才有点过曝哎、欸。红润完美肌的人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开瘦脸哎、欸，我的瘦脸是零哎、欸，可恶，那我还是把它调回去好了，算了吧。对不起，你才就在跳出咯。好，那这样子好，什么浪费心之冠了？什么什么什么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止，没有，涵涵涵涵刚刚吧。他在整理房间，然后他就把那个抽屉拉出来，然后就整个抽屉掉下来。对，就是你们刚刚对，你们的憨憨，我是憨憨，憨憨呐、啊，憨憨，豆豆好像多了。对啊，你看一二三，一二三可以连线。谢谢 B 胡拉阿姨的看好你哦，谢谢安娜姐姐的干杯。安娜姐姐是我的。对啊，整个抽屉掉下来，小抽屉啊，就是床头柜的那种。对，他刚刚就一拉出来，然后整个掉下来。对，没错，夏季大三角，你看，对，一颗两颗，最近没有睡好，你看，一颗两颗三颗，憨憨熬夜狸猫，谢谢喜乐姑妈的东风抽取卫生纸，为什么是东风啦？想买新的也不能这样，没有，他整个给他拆下来。嗨嗨，微尘，嗨嗨，
涵涵安定砸场，对啊，还好，涵涵没有砸我的场。嗨嗨嗨嗨，卫生纸可以挤痘痘什么？没有，痘痘要熟了才可以挤，不然会很痛。没有发现我今天把它换了一个位置吗？谢谢 AB 回来的，偷偷喜欢你，谢谢 Eddie 的告白气球。不会啦，没关系啊，微尘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嗨嗨恒，嗨嗨。刚刚网络不稳是因为憨憨没有了，憨憨没有吸我的流量，没有。嗨嗨，一位是，好哦 ，AB 回来，好，没问题。你们会觉得今天的手机直播起来不一样吗？因为我今天是拿那个爸爸旧的手机播，所以好像不太一样，好像感觉不太一样。憨憨是憨憨啊。开瘦脸，憨憨不是憨憨，我没有开瘦脸呢，我没有开瘦脸呢，还是角度的关系，这一只的角度好像不太一样。我没有开瘦脸，我没有开瘦脸，我真的没有开瘦脸。嗨嗨 ，Polo 呀，我没有开瘦脸。朦胧美真的吗？我没有开啊，我没有开瘦脸啊，开瘦脸应该会长这样。对，我的下巴会只有这样。好像喊了你，真的吗，萱萱？萱萱，我在等你的画画哦。对啊，我真的没有那个啦。我要跟你们说，我觉得我婴儿肥有消了。我真的觉得我婴儿肥有消了，因为你知道我以前这样子。摸我的脸，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跟这里，然后摸到这里的骨头，这里啊它会是实的。你看我现在已经空心的，你看。谢谢 AD 的幸运之冠，谢谢 AD。你看，我有那个，我有空隙的，我以前是贴合的，我现在有空隙。谢谢 AB 回来的幸运之冠。应该今天晚上就好了，真的吗，萱萱？谢谢 AB 回来。萱萱，我的呢？谢谢本人神推的苏味斯气泡水，瘦脸成功。对啊，我脸真的有变瘦，你看。谢谢 AB 回来的幸运之冠，谢谢。嘿嘿，中分的例子。没有，招牌本玩脸还是有的，这样。嗯哼，没有，我真的觉得是因为长大，所以婴儿肥消了一点。真的啦，我真的没有开瘦脸，你看这样就知道。我以前这里是贴合，你看我现在有空隙，你们也看得出来。用什么方法？就是长大脸，长大就消啦、啊。老了婴儿肥消了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老了婴儿肥就消了。我一直觉得应该是因为，应该是因为角度的问题，而且它好亮，该怎么办？好。好亮。好红哦，为什么那么红？太白了，不行，太白了。不行，这样还是太白。等一下、哦，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这样我等我一下、哦，这样我为了不要跳出，等我一下。哎，安内我卡好不？这样是不是？不对，再换这边的。等一下、哦，还是转这样啊？安内跟我卡好。
我没有照我自己眼睛，我把它整个转到另外一面去，这样好一点吗？你不开没关系，我不然就找不到你。什么？嗨嗨运哥，没开比较好，真的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还是要把它关掉？还是我这里要摆一个东西？这样，让它一个可以，这样子有没有好一点？不行，我这样来了，我还是会过铺。这样，算了。你们觉得要开吗？嗨，伦平君，嗨嗨，这样可以，好 ，OK， 那就这样子。快闪一下，仙姑奶奶，林果要去哪里？嗨嗨，一凯，不用开，很好看，所以是，好哦，一伟师。所以你们觉得要开好还是不要开比较好？今天不同之开播。I can fly， 哦 ，Lingo， 哦，好，谢谢 Lingo 看演唱会还来那个，还来报道。我来日本啊？为什么 ？I be fly， 柯南，你不可以这样。大家有去看演唱会的有谁？嗨嗨黄鱼，每个娃娃表示我都被买来挡光中奖的。嗨嗨华华，还没开始，桃花哥有去吗？我等本家的演唱会，对，等那个 ，Are you ready for it？ 大家要去哦。赶快老定酒老咖，给不要纠结，那个买票去，好像是莱尔富吧，莱尔富跟是宽宏售票，好像是莱尔富跟 Seven， 在等开卖，好，会不会柯南周边一直都有的？没有，日本的我还没有 update 这么快，我只有目前这边而已，对，我超想去啊，我要拿给你们看，等我一下哦。还有副歌 OK 啊，我只看 TP 原来台狸猫台语 solo 演唱会，其实我没有好不好？谢谢林果的真情告白。哎，林果，你去看那个演唱会吗？正版那一只是什么啦？一比一柯南啊，我可以。好想栗子哦，下礼拜就看不到了。为什么要开始准备考试了吗？嗨嗨飞镖，雪莉妹最近都好贼，为什么？上次跟课长讲话脱口而出，嘿嘿，差点没吓死自己。好像看我的直播的人都会被我影响，然后也开始讲嘿嘿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嘿嘿跟嗨嗨。嗨嗨，上次不知道是爸爸还是谁，好像就说了嗨嗨还是什么。我是没有，那正版那一只没有，我不知道谁是盗版，我不知道。哎，子墨，旋律没被喊怎样？哦，你是说那个吗？就是欺负他吗？不行，旋律没是我的，他的是史黛拉。我最近想要再加入一只 Cookie 好可爱哦！我会不会下礼拜不行哦 ，Polo， 我要强制登出哦。韩寒最近都来，他是不是还有说我怎样？我突然忘记了，可恶！什么？我是 Y 版？什么？最近跟朋友说话很容易，说什么会说嘿嘿，轩轩。最近都没看到韩寒台，哎，别回来辛苦了，哎，别回来，你都什么时候下班、啊？嗨嗨博汉，有啊，你看你不觉得他的蝴蝶结已经歪歪的了吗？等一下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我阿姨的朋友，对，全世界都知道我很喜欢柯南，我阿姨的朋友去环球影城买的柯南礼物，对，他去我阿姨的朋友哦，对，他们就是他们公司的人去玩，然后阿姨没有去，然后结果阿姨的朋友买柯南给我，我真的是，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喜欢柯南？
脑子不见，我没有脑子不见，跟我太近都嘿嘿嘿什么？我这两个礼拜实验小啊 ，AB 回来很辛苦了，嗨嗨博汉，下靠历史上哎，你看柯南重症真的，你看柯南，柯南，嗨嗨咪嗦，柯南重症，超爱柯南。我好想要去那个拿一下那个，就平常沟通会说的话题，好不容易脑子被吃掉，没有好不好？哎，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去对买一下那个 DIY 的那个，它很简单，只要拿来就好，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做哦，它真的好好吃。对，我没有在业配，可是它真的很好吃，因为我也是自己买的。身边人都查水表，对啊对啊，柯南中毒力，什么 DIY 上一次的那个 DIY 啊，等一下哦，家里没有烤箱，对啊，他要烤箱才有办法，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，很快哦。回来了，你看，嘿，最近四处鼓励跟安利哦，喜乐库玛我知道哦，没有烤箱，四台吹风机估计吧是，什么东西？那不够热吧？你看 ，APTX 4869，还有柯南的，绑头发。耶、yeah! ！来，我们来开箱，我也还没开过，就为了跟你们一起开箱。它的贴纸在这里，可爱的周边，对啊 ，USJ 的袋袋，柯南。昨天的鬼脸哥叔叔到错过今天回来了，真的吗？可以变身吗？不行的。看，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看，这是什么 ？Choco Crunch。Apotoki。来，大家。解答了，解答了，来，我看不懂，我看不懂，是什么？巧克力吗？我没有吃过巧克力哦，巧克力，好，那我们来吃吃看，这样，我嘴巴里面还含着那个八星果。是单纯巧克力，就白巧克力而已吗？等一下看我吃吃看会不会变小？等一下搞不好我就对不存在这里，因为你看柯南哦，不对，那我应该也会缩到七岁，对，我会减少十岁。巧克力饼干吃了会变小，味道很毒，不知道，我还没吃过哎。等一下我吃完就这样，然后就这样那个还要冒烟这样咻。好，来吃吃看，很可爱耶！七个小矮人，神神变姐姐。等一下，我先把那个八仙果吞掉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什么？白酒白干吗？吃的会变真的例子。好，来，要吃了哦。先带大家看一下外观。来。APTX 4869，对，对，那个变小药的名字。然后来，嘿，来，然后这是背面的包装，
然后他旁边还选用了柯南的蝴蝶结的配色，对，没错。好，来，我们要现在要吃 APTX 4869。嗯，要怎么开？好想留包装纸哦。哎，然后我之前的那个，对，我之前去柯南，我之前去日本啊，买了一个柯南的饼干，然后因为它上面印着柯南，对，它上面包装纸印着柯南，所以咧，我就把包装小心翼翼的剪开来，然后我去把那个就是外面那个袋子洗一洗，然后再用厨房纸巾把它擦干，然后把它留起来。剪，哎，不对，不是，你看呢、啊？我忘记它还有一层呢，我忘记它还有一层了，你看，它还有一个。它还有一个，我一直想说，对，我只要剪到白色就好了，然后结果，对，我忘记还有一个，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 APTX 4869，来。欸、结果你看它只有在正面有印而已，你看这里，欸，这里，欸，都没有，那就这面有印，嗯，你看 APTX 4869，柯南要吃药了，他吃啊，不是软糖，它是巧克力，等一下摸太久了它就会那个，而且它那个字真的还蛮清楚的，你看。APTX 还蛮清楚的，然后它背面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子，嗯，这样，还是看不到，这样，看你们有看到这里有一点一点的，对啊，这药超大颗的，这样好要吃喽，记得配文开始，背面没有字。哎呀，刚剖面图，哎，它好硬哦，不是巧克力吃。要怎么形容这个味道？嗯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味道，哎，怎么讲？好，等一下，我先让我演完它。嗯。我看，怎样？配温开水。怎样？我变成真的栗子了，真的栗子，对，我变成真的栗子了，这叫怎么办？真的栗子，我变成真的栗子了，怎么办？啊！救我！阿笠博士，阿笠博士。怎么办啊？
十年过后 ，Hello， 大家我回来了。十年过后，对，好甜哦。不能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剪去。嘿，不要翻我白眼好不好？差点哭不死，为什么哭不死？好甜哦，好甜哦，它真的好甜哦。怎么讲？嗯，你没有吃过大波露的白巧克力吗？就是很甜的白巧克力，然后它的饼干怎么形容？嗯，什么？我不太会形容。可是它的白巧克力就是很死甜的那种白巧克力，然后它的饼干怎么样？米果吗？它就是有一粒一粒的那种。对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对，我没有脑子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不能剪纸会不像啊，应该要喊敲昏你，然后给你灌巧克力什么？嗨嗨，杨杰，杨杰说，杨杰收到鼓励多吗？谢谢，谢谢偶数八八的双手点赞。一粒一粒，对，我觉得日本的。糖果都很甜呢、欸，就是不知道是我比较不喜欢吃太甜还是怎样，可能我自己不太喜欢吃白巧克力，我比较喜欢吃牛奶巧克力，比较没有那么甜的巧克力。对，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很喜欢吃很甜的东西。哈哈，我很爱什么？人没变小失败，有我变小的。哎、欸，我变小了。麻婆珍珠，我有看到那个麻婆珍珠，超好笑的。七七乳加，也不太算七七乳加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对，对我喜欢咸的，就是太甜我会受不了。它真的有点甜，对。然后接下来是我超满意的这个。这个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。那为什么你本人这么甜？因为要来甜死你们呢，嘿嘿。因为你们太甜了，你们就是我的糖糖。那你是不是讨厌面面？为什么讨厌面面？为什么讨厌面面？还一直叫我把基德的给他，我说我不要给你，两个我都要拿走。就好了，他如果真的要基德的可以给他，不过柯南的我要就是了，嘿嘿。哦，两倍的没有啦，可是面还是咸的啊，面还是咸的好不好？嘿，你看超可爱的，你看柯南的配色，然后所以我要这样，嗯，对啊，那个日文怎么讲？我想一下，嗯，那个这个胸，嗯，经过我点点点点的推甩，凶手就是你，没有，没事。哦，那个我有看到爸爸的扭蛋，我有看到，好哦好哦，哭了，好哦好哦。糖醋酱拌面什么东西啊？给别人带什么意思？快变韩寒的声音，那个要调一下。嗯，韩寒的声音，我想一下、哦。嗯，哎，韩寒的口头禅是什么？嗯，哎，韩寒的口头禅是什么啊？等一下我想一下哦。啊。转转转，转转转，你的脑子呢？你的脑子呢？你的脑袋是掉，你的脑子是掉进水里了吗？自己煮，吃到吐什么东西？那个拿着喊应该要这样。嘿，霹雳卡霹雳呢？不是，霹雳卡霹雳啦啦，波波利啦，贝贝鲁多。然后还有那个拍拍碰配，破音。
拍拍碰拍，温柔优美。不要再破音了啊！什么什么送给栗子？送给什么？什么？哦，你说那个扭蛋吗？柯南呢、欸？柯南呢、欸？珍珠奶茶拌面都有。用喊的声音说：“姐姐脑子整个都不见了。啊”喊现在是麻醉状态，就面好像出现没有啦。北面神推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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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他就只是一个法圈，对，没错。哎，我同学之前有送我那个他的啾啾的变声器。正宗的例子，扭蛋可以送你。妈妈，你可以不要蛋壳，不要蛋壳，不要，然后就是内容物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就是对，应该看不出来吧？可是你不常绑头发，我可以为了他常绑头发。你看这里还有柯南呢，看得到吗？这里，柯南，柯南。柯南，好可爱哦！柯南最后一道不是米花町的死神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米花町的死神。嘿嘿，然后这是基德的，这有没有人是基德派 ？Kido， 你看基德，可是还是我的柯南最赞了。虽然说基德的很有。对，基德的不要再破音了。基德的比较常可以带出去，可是柯南的就太柯南了。对，你们懂的。可是我还是爱柯南的，嘿嘿。好好，爸爸。星期一就很喜欢烘焙王，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？现在应该还有很多柯南的东西，我超想要去买他的那个爆米花桶。栗子，我准备柯南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傅伟，基德派没有，我柯南派，我柯南派。栗子可以用这个绑侧马尾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。绑侧马尾是不？等我一下哦，我好久没有绑侧马尾了。我上次绑侧马尾的时候，应该是小时候。对，嘿，嘿，打结的，呀，呀。我没有树枝，我没有树枝。不要加音效，这样吗？等一下、哦，我先绑一个那个。呀，有没有泡泡的呀？应该没有。真的吗？嘻嘻，哎呀，这样好，然后我舍不得让它转两圈呢、欸。耶、yeah! ！快快快快快！好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哎、欸，按那五，哎、欸，嘿，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镜子。谢谢黑哥的星之冠，谢谢，嘿嘿。奇怪的音效，什么奇怪的音效？
有好一点吗？只看一边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只有一边而已。我只有一个法，我只有一个那个啊。等一下哦。你好了，单边高马威。嘿嘿嘿，下去，以后会有很多人黑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谢谢阿 Kira 的幸运之光。截图时间，好啊好啊，截图时间。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我，对，今天的刘海有点不太受控，对。嘿，好，面具。这样可以吗？嗨嗨，奇月，有吗？我就给赞，谢谢阿华华可爱的评，真的吗？谢谢 Polo， 谢谢桃瓦哥的幸运之光。谢谢。嗯，以这个眼神盯着你。推加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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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点跟我一起念，推加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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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杨姐要被丽抓走了，没有，杨姐，杨姐你都不，杨姐都去布丁坑了。谢谢益生菌的干杯，谢谢富伟哥的守护玫瑰。阿华怎么了？昨天对妈妈说什么一直在脸没啥，怎么？为什么？鼓励。谢谢本丸名字的东风抽取卫生纸，真的超可爱，真的吗？可是今天刘海有点太短了，对，看起来有点小小的呆。嗨嗨，兔兔家的演员新蜘蛛，推开家里，推开家里，哎，什么？他瓦哥，唔烫哦，唔烫。特克南，对，特克南，大家快点一起过来！特克南，你看，克南，嘿嘿，大家觉得如何？嘿嘿，大家喜欢年轻一点的栗子吗？你看，栗子也秃了，你看，头发，啊，没有头发，一直掉头发。推不动，哎，怎么推不到？对啊，我的脸，手推加力，什么？没有，是臀推。延展性很好，对啊。喵，等一下哦。喵，嗯哼，嗯，墨鸡。墨鸡，喔，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玩过脸？一定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我，捏太大力了，好痛！刚下班，真的，哈哈，九蛋，对，很好玩，好不好？你说嘟嘴的吗？这样。这样可以吗？大部分的本官，谢谢 Eddie 的幸运之光，谢谢，嗨嗨宇豪，嗨嗨志祥，我们不能叫杰明妈妈，当然，太长了，下面大饼，嗯，猫面变大饼脸，猫面变大饼，我准备好一个专属的课，把家里推进去，什么？对啊，我的脸皮很嫩 Q。嘿嘿，护完那个脸吗？先去补血，补什么血？开放完栗子脸，母汤哦，母汤，那栗子脸会越来越大。谢谢益生菌的看好你哦，这妈妈好好看，真的吗？
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哼哼，你这个眼神看着你，推家里，推家里，推家里，大家请你莫走，推家里，推家里，推家里。有回到向前走的例子，你说双马尾吗？双的高马尾，唔当唔当，那时候好丑，那时候都不会化妆，那时候的妆都是妈咪化的。骨头有没有能揪？不推什么？不推什么？现在连接都没推开，你该推理这件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我想办法把它拿出来。等我一下哦。为什么出不来？好，算了，先一个就好了。你们知道可以撕的，你们知道可以撕的指甲油吗？你们知道可以撕的指甲油吗？你们知道可以撕的指甲油吗？声音太大，我叫狗也会说我们这里的，真的吗？可以撕的指甲油，对啊。然后那一天啊，那个阿潘啊，他就擦指甲油，对对。然后他就问我说，他就说我今天要卸掉了，你要不要我的指甲？然后我想说啊，对。然后你看，阿潘说，这是阿潘的指甲，那指甲油撕下来的那一片，对。以下开放竞标。我还有另外一片哦，我还有另外一片蓝色，只是我刚刚弄不出来。开放竞标，50收，收北原生态多少收？5000啊！来来来来，现在来到了5000，那个现在竞标的是阿潘，从阿潘手上撕下来的指甲油，不是我收集，是那个阿潘说。你要不要？阿潘说你要不要那个？你要不要那个？我撕下来，我就想说，既然你都要给，那我就收一下好了。居然可以撕，对啊，没有好不好？你的才收。喂，我没有趁我打劫，没有，这是阿潘的那个。那个另 H 狗不在，小心登机什么？林元说过让我竞标，对，另 H 狗，对，那个来那个阿凡队那个阿六那个另 H 狗，然后还有那个被人，哎呦，被人生推。以后拿那种折磨嘴的还可以回收再见。哎，杨杰不行，50斤香菜交换，那对那个阿潘来说应该是个噩梦。哼，还有另外一片呢，只是我刚刚弄不出来，因为我把它压在竹顶下，它才不会不见。188520131，我怎么会中奖？唔汤，我太可怕了，500斤香菜，这很可怕。对，我也收兮兮的，收兮兮的。哎呦，你赶快让我弄出来啦！哎，出来了。好，这是另外一片阿潘的指甲，这是第一片，
这是第二片。他给我第一片的时候啊，跟我说他觉得那个图案太素了，所以他觉得我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一片，所以他就从他手上撕下来第二片给我。这是第一片，来这里，这是第二片。清见周边米巴山，什么什么好聪明。对啊，还不同颜色，大家竞标也就让给大家。对啊，我刚刚在移那个一番番，哦，一番番，原来德彪会被黑一波，然后塔瓦哥你也知道，对你不能标哦，整组迈步分叉什么？第一片怎么说啊？你要问阿帕他怎么没有图啊？客制画纸笔当然没有，当然没有。阿班签名几时要买你的？我没有要卖，我要之后可能要一段时间过后我才会做指甲的。附送阿潘飞吻，那你要去阿潘台跟阿潘领啊？附保证书，没有，我的纸片没有这么小。你看哦，你看哦，这个是阿潘的纸片，我的纸片就已经比他还大了，怎么可能？你看，已经超过这么多了，怎么可能会是我的？你看，他指甲那么小，我指甲那么大，你看。我的手超大的啊，你看我的手，不可能是我的，因为我的纸片很大，所以不太可能。现在没有做指甲，没有那个。对啊，我的手很大、欸。你们想知道几公分吗？说几公分？大力水手周边鉴定师，手指好长。西西喜欢吗？西西是手控吗？要多对啊对啊，两颗豆豆，耶、yeah! ！我的手很大哦，你看，我可以一手掌握你们的脸，快把脸贴上来，贴上来，耶、yeah! ！然后我有时候小时候会自己吓到，你不会早上起来就这样看，早上这样睡醒就这样看，就觉得手指头怎么这么长？你看到这样就很像蜘蛛，嘿。手指头太长了，指甲特写一下。嗯，为什么要再把指甲特写一下？我现在的指甲没有很好看呢、欸。我现在指甲没有很好看、欸。这样，因为我有坏习惯，我都会喜欢那个撕指甲，就是我只要就是心情觉得烦的时候，我就这样一直抠一直抠，然后把它就是用撕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撕指甲，对。就是这样，我就这样一直撕，所以其实我的指甲没有很整齐。你知道会做光疗也是因为要，就是算矫正吧，就是不会让自己手一直去抠，因为我只要就是觉得心情不好或者是什么，我就会一直弄指甲。所以我做光疗的时候，我就会控制自己不会去那个弄它。撕指甲吗？手掌这么大，对啊，我可以掌握你们，嘿，我都可以掌握我自己的脸。你看，我的脸这么大，我都可以这样，被自己吓醒。对啊，西西是手控，而且会舔手手，真的吗？看下去，真的吗？谢谢小叮当，西西舔手手，真的吗？西西会舔手手吗？我不会咬指甲，我是会这样子撕，这样指甲。最近指甲没有很好看，因为最近就是读书嘛，读书，然后就觉得这到底在讲什么，然后手就开始一直撕，就我有想。撕或咬都不好，对啊，我知道是一个不好的习惯，所以我其实有算是用光疗来矫正，因为这真的是一个什么是坏，这是一个坏习惯，
不会不会割伤，不会割伤。我的声音，对啊，声音很母汤，嘿嘿，假的了，谁要听？你说那个这样吗？这样，手手有没有人是手手控？有没有人是手手控？不要跟我说啊，给我粉丝入坑，这样吗？嘿嘿，嘿嘿，弟弟已经开始睡觉，对啊，拍背吗？不用不用，阿华。柯南的饮料是好像是像是可尔必斯，可是它是气泡饮料。不要说实质情况啊，小哥嘛，唔贪哦。养成对啊，要养成用指甲刀，只是就是对，就是心烦意乱的时候就会对这样子戒掉了，变成四嘴皮喵比较好吧。暑假是什么？我是荔枝掉我控。荔枝是我第二个会去买生日会，那第一个是谁？小叮当。哎呦，不小心被我这个，那是这个。这样子，百事可乐嘛，因为我舍不得开，对，我就只是拿来把它当对珍藏品，对我也没有打算要喝它。就让他一直这样放着。对，第一个是明天啊，原来如此。撕嘴皮，撕嘴皮，那你要嘴巴很干才有办法撕嘴。不行，不要喝完再封起来。白苏打水，嘴唇撕皮。对啊，我还没有喝过。你们知道那个安室啊，然后基德啊，跟那个金吉珍都买不到。都买不到，杏仁味要先看看那个，就是这边边边有没有杏仁味，然后喝东西都要擦拭过，然后才可以喝，然后最好不要一口就口，不然人家搞不好把毒要吐在这里，所以啊这样子喝。为什么会真的吗？小叮当，谢谢。有杏仁味，对，我们做事都要先擦过一遍，然后去外面吃那个，有一集是那个中华餐馆的那个，对，杀人事件还是什么，我忘记了，然后他就把它涂在那个转盘的背面，然后你就这样抓，然后那个人好像是会吃手手还是怎样，他好像会咬指甲，对，坏习惯不行哦，然后哎不是，那是会另外一集，那是那个乌丸莲叶那一集，就是他会这样咬手指，然后他的那个毒药就涂在咖啡杯上面，然后他就这样咬手指，然后就把那个毒药吃进去。对，我舍不得喝啊，我舍不得喝。这样在口中，对啊对啊，喝完就这样，然后就这样，吃手手会吃到毒。哦，吃手手，对，所以记得大家不能吃手手，不然你的指甲就会不小心沾到毒，然后你就这样，对，谢谢嘘嘘的掌声鼓励。栗子的手不会啦，那个毒涂在自己手上会慢性中毒，不会直接中毒，会慢慢的渗透进去。有没有人是手控？嘿嘿。荔枝开到九点，我以我爷爷的名声吧，是小手是荔枝，不是铁社长。嚯，万岁什么的，刚好就生日会见面啊！原来如此，我荔枝读我可以。道路。哦。还有什么？这个要吗？我也希望啊，小叮当，手控，但今后怕变手控，这样吗？手控，西西不是喜欢看吗？那多让你看一点。西喜欢手手。对啊，他还有做手手的推标，对不对？西西，你是不是有偷偷做手手的推标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你可以赞助一下手手，算了，你的指甲太长。手手，嗨，
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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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！电眼电眼读，专业是对粉丝啊！不要再看就到了，少说推表。由于柯南，谢谢叶兰的新之冠。由于佳丽是柯南控，握手会率没有陶阿哥，我相信你一定没有马上洗手。对韩寒的声音，嘻嘻，那我第几名？我如果可以，我想当那个手模，就有没有什么那个戒指要找我，我可以当那个手模。对对，没有自己说。韩寒看不到，对啊，韩寒看不到。像那个做手相算命，没有那个西西应该要去看那个手相，对他就可以看，就是看很多手手。嗨嗨，共玩。嗨嗨，东影。嗨嗨，敏智。嗨嗨，西兰。谢谢共玩的 love you。这样他，你说那个这样看手相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的手手。握姐妹握完佳丽的手就不洗手啊！没有，他瓦哥你一定会去偷偷去握别人的、啊，手太大可能不疼。要我的手搞不好还会比你们大、欸，我觉得啦。你看，趁机摸索手，手手好可爱。量量看几公分，指尖。这样，等一下、哦。是算到哪里啊？是18吗？等一下，我没有身子。大概，这样子，18.5吧。安妮，还没耶，还没夜郎，我还没去耶。大手相，你们量量看，你们量量看那个。你们量量看那个，你们手多大？18.5，对，大概量一下，大概是18.5。女垒球投手差不多什么？手炒栗子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握手会来量啊，比比看的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。然后我的那个。这样子，你们有人会弹钢琴吗？我可以一次，就是可以跨十度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可以跨十个，20哈，没有，可是我是女生，对，我是女生，我怎么会爱上加利病毒？没有，又不是学生啊，也是啦，也是。栗子的手真的比我大，有没有人手比我小的？18.5公分，嘿嘿。那我来看啊，这样子测的可以多大？21，这样子可以21。跑去跟米姑砸，原来不想跟我比，为什么不想跟我比？可以说掌握你们都是这样，我的掌上名堂，对，堂，你们是堂，堂上，我掌上的堂们，你看我的手这么大，我可以掌握一次掌握很多粉丝哦，你们都不会掉下去，嘿，对，这样抓粉丝来，嘿嘿，加利病毒要握手会啊，握手会散布给你们，有没有？快逃！什么快逃！什么快逃！很快哦，天天。栗子说：“真的吗，轩轩？你的手真的很扁，但是机长感觉对啊，机长其实搞不好就知道了。手手很大，如来佛，你说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这样。鸭子。”谢谢黑哥的贵族玫瑰，谢谢一拇指到小指，喜乐库玛你是男生呢、欸，
不要翻白眼，好，不要翻。感觉大手抓宝，你说那个握宝，避免被感染，哎，百元神推，加力病毒，对啊，身高所以所有兄弟会，哎，徐徐，不行，你的幽默程度远远胜于我，南无阿力什么？南无阿力博士，没有可爱加力，哦，没有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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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突然下大雨，好不容易回到饭店了啊！野碧回来去哪里？啊，野碧回来去大阪吗？大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。我每次大手拉小手，小手拉大手，我都会搞错，到底是哪个是儿歌，哪一个是那个？我需要粒子病毒的疫苗，没有疫苗哦。什么什么隐形，什么隐形，我没有看到，欸，老师很喜欢举例，对啊，大家都很喜欢举例，谢谢黑哥的贵族玫瑰，恭喜黑哥升到53。哎，塔瓦哥，你干嘛提醒人家？你干嘛提醒人家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人在京都，明天才去大阪啊，原来如此，有没有去花见小路？搬家警官期待他偷了我的心，好好好。不要了，我要高木，我是那个高木佐藤 CP， 哦，不然被佐藤逮捕我也可以。他特地要去买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婆婆，举例，谢谢你给我好好讲话哦。我小时候还以为两首没有，不是同一首啦。Eddie 最近中了谁的病毒？快，赶快跟我说。快哦，赶快哦！海跳警察，我垄断市场。桃花哥，你要怎么垄断市场？谢谢你举得动，你一定举得动。嗨嗨，逍遥，我没有中毒，那你中了谁的毒？你中了才解的毒，对不对？什么什么回访没有好不好？没有，你知道我要找一个平衡点，就是不会让大家太觉得太我管太紧，然后又让大家很舒服，然后可是又不能让别人让太多的那个，对，我要努力找到平衡点。我要告栗子抢夺罪，公然夺取我的心，这样不好吗 ？Polo， 笑死，中了韩寒的毒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中了韩寒的毒。真的吗？宇豪你多高啊？欸，一生俊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要走带我一起走。栗子把西西举起来，嘿，什么？前面有个坑，来入坑，来说说来，来，嘿。其实我觉得粉丝，好好好，天天 OK， 好，没问题。我去当时还把握手券收起来。塔瓦哥，你可以真的垄断，我等你哦。入坑前要跳一下，嘿嘿。举例，我或许能做到。哎，搞不好可以哦，小姑妈。举例会被哎，行行，我没有那么重。怎么马上就赶木木警官了嘞，小叮当？坑底，对啊，你已经在坑底了，你跳不了，你只能把坑越跳越深，然后拉你的同伴一起。那我来充个电好了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嘿，好可爱哦！那个，等一下，我充一下电。嘿，等一下哦，还是充不了哎。等一下哦，
哎，好了，耶！不能充电，为什么不能充电？我立马去现在。好了，没有啦，浩浩哥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挖坑炒栗子可以啊，挖坑炒，我是栗子，你们是糖，糖炒栗子，嘿嘿。拜拜，天天，嗨，小梅酱，嗨嗨，嗨嗨，嗨嗨。谢谢鱼豪分享直播间。胖胖的指甲嘞，胖胖，胖胖，你在那里？胖胖，胖胖，胖胖，你怎么不见了？胖胖不见，糖炒栗子不是？哎，傅伟，你要去哪里？演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是演完就可以把你变成他。商品不见，对啊，商品不见，商品剩一个，我还是先把它放回去好了，不然等一下商品又不见了。嘿，商品进去，哎、欸，商品呢？没关系，播完再找。被压碎没有被压碎，对面的糖糖看过来。看过来，看过来，不行，真的声音。看过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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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密室偷阿潘指甲事件第一话 ，start。嗨嗨，任品真。嗨嗨，季国树。好，我看你旁边谁？不要看我啦，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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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看学弟妹，看我就好。突然好想吃脆茶。头像觉得画的好吗？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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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飞镖，那是你自己画的吗？今天好亮的感觉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国树，看过来看过来，这里的憨憨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学弟妹可爱，那为什么不看栗子？不见就来一直可以提他们两个，哎呀，西兰不行这样，指甲一直往上，嘿，别别真的，半夜三点开始，哎嘿，小姑妈唔汤哦，唔汤唔汤，现在就现场是韩寒嫌疑人，对啊，阿爸话，现在在做什么？现在在聊天，谢谢塔瓦哥的守护玫瑰，看过来啊。谢谢桃娃哥的守护玫瑰，恭喜中了120倍！这里的栗子真可爱，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侧马尾，任品君喜欢吗？潘姨看我啊，原来，嗨嗨阿华，这样不太会 wink。鼓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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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的栗子，星星栗子，来放个音乐，放音乐，你会不会突然很大声？还好，左看右，等一下。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这里的这边的栗子真可爱。Wink。的手紧握，哪管世界以后会变。我觉得这首超好听的，我最近在学。脸抽筋。永恒可以不在乎拥有，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。
风吹过，冰冷的心像快坠落，就只有我们看见它闪烁。不行，另外一边。不行，另外一边不行。照亮夜空，我倔强笑容。我要我盛放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。我要我救我命。哎，什么什么抽筋，傻眼。例子有很多人，掌声鼓励，举例出力用力。幸福像星火，一点就足够燎原今后。没抢牌，嘿嘿。哎，那边真的超容易抢牌嘞。没抢牌不是例子，嘿。大家让你看名，哎，不行，可以拿 wink。不行，这边比较好。爸爸刚刚去哪里？恭欢欢迎飞来，嗨嗨，别胡大衣，胡大衣，胡大衣。可我有多快乐？远远的心像快坠落。面面他，嘿，爸爸，你为什么可以去看米姑嘞？你都没有好好待着。是不是没好好，你就不好好待着了？苍凉夜空，我倔强笑容。我要我顺风，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。明天见不到，为什么？也变成一条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肚子好饿。有啊，明天下午还有狸猫。狸猫，狸猫在这里。幸福一点就足够遥远尽头。啊啊啊！对哦，对哦，哦对，明天，哎对，明天看不到，对哦，但明天应该很少人。对哦，对哦，明天没有人看。好吧，没关系，大家好好玩生日会哦。明天有 Mina、雨林，还有等一下我想想，美玲、默默，还有一个是露露吗？露露是这一场吗？明天可以去啊 ，Polo 不行，你要赶快去看书哦，你要赶快去看书，要考好成绩，失策了，嗯，哭。好好，谢谢 Vlay。露露是下一场哦。嗯，哦，晨晨啊，对，晨晨。可是我现在哎 ，Polo 不行，你现在那个放下手机，立刻读书队，人家是立地成佛，你是立刻读书队，快 ，Polo 快哦，不然我不理你了。哎、明天接送时间还要快到一下下。啊，塔瓦哥你又去了，他还想在。我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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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还想在。嗨嗨。哼哼。立地成佛。立地成佛，放下手机，立地成佛，对。我发现这个力好多好多地方可以用。对啊 ，Polo， 赶快啦，赶快去读书。下几号考啊？几号考 ，Polo？ 好啦，没有啦，没有。他有跟我开玩笑的，还是可以去啦，还是可以去。对啊，放下手机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好，不要太多太多。就说了两姐妹的姐姐先。对啊，本来就是好不好，丽丽。什么立地成道，傻眼，放下手机就不能开直播，没有啦，因为那个 Polo 要考试， Polo 也要考试，对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要考试还是要以考试为重哦，虽然好，没有没事，没有，丽丽姐辛苦，
啊，我好饿，肚子饿。七月五号啊，原来维大利，意大利 ，it's good to drink。来来来，好，美丽谷。哎，我说为什么我的力好多地方都可以用？你们考一样的 Apollo， 考什么啊？虽然你要考试，对对对对，对，没错，爸爸。那些回忆很清晰，真美丽，维大利。嗨嗨风，嗨嗨。我今天好快就没声音了，哎，啊啊，不同类科哦，原来如此，我以为你们考一样，这样就会变成对手了。对啊，我一开始声音就不好，风和日丽，我还是咬着好了。我已经快一个，我应该已经一个礼拜没有这么长时间的讲话了。没声音，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没有什么声音，不知道什么，快生病了。好好好，哎，别回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可以现在就赶快睡啊，赶快睡，赶快睡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录取哇，270分钟 ，Polo 加油 ，Polo 加油，有我的加油，你一定可以。我给你咕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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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给你咕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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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考试唠叨会做什么？我学的怎样？哦，我学的很开心啊！我每次都很期待去那个。好啦好啦，谢谢 B 回来。现在你那边应该是9点吧？9:24，我记得是差1个小时。对，好跟你们讲，我这样关于时差的笑话，不是笑话，就是。等一下，就是我们家，好，我冷静一点讲，就是我们家去日本都会有个习惯，就是我们一定会去便利商店买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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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零食跟超市，我们会去超商，对，就是会去便利商店跟超市买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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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零食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是全家里去嘛，啊，我们家很多人，然后我们就分很多房间睡。然后我们会在某一天晚上，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吃宵夜，我们就会选在一间房间吃宵夜。然后那一天刚好是要去爸爸他们房间吃宵夜，然后咧，因为我跟奶奶一起睡，对，然后奶奶就说：“哎，你要调，哎，你要调闹钟了。”然后我没有发现我的手机还是台湾的时间，于是咧，我就。那我们说日本时间11点嘛，对，然后那个我们那日本时间11点，对，然后台湾时间是十点嘛，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，然后我就台湾时间设了11点，结果那时候已经12点，可是那次好像是跟团吧，然后隔天又要很早起来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吃那个宵夜，对，没有错。就没有吃宵夜，哈哈，爱死！1小时，希望栗子是，我也希望啊，我也希望啊。小叮当怎么又改了？栗子来日本练日文，保证做成的黑球蛋。不利，不利不利不利，哎，不，真的很有画面哎。日本商店照超好吃，超好吃。你们知道这真的，这蝴蝶结是柯南的蝴蝶结，它原本是在这上面，然后这是基德的，只是
价钱没有那么可爱，就是价钱没有那么可爱，就是。看这里还有柯南的那个，柯南的对，吊饰。对啊对啊，就搞错时间。Lawson 那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错过班机，为什么错过班机？早起对啊，还好只是宵夜。对啊，炸鸡 Lawson 的炸鸡，直接吃了两小时以上。去过日本后，为什么没有改回来时间？该不会都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都有吃完，因为我们会买水果，我们会买橘子啊，买草莓啊，买很多很多很多，我们都会对买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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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东西，就是晚餐会吃很多生鱼片啊、寿司啊，对我们真的是跟晚餐一样丰盛。可是很神奇，我去日本都没有胖，就算每天晚上都吃这样，我还是没有胖，因为我全部都逛街逛掉了。又直接把我 IP 啊改成日文界面，日本都是老什么老神在在，失去没掉。好哦好哦好哦，花柳拜拜，快速加油哦。重买机票花了30000，哇，那因为原本的机票就没有用啦，是因为我的那次时区没有改，然后结果睡醒已经12点了。我知道我知道可以改啊，可是我一直以为它会自动跳过去，结果它好像没有自动跳过去。对，然后日本的水果很好吃，日本的橘子超甜。你说两个手表，台湾时间、日本时间，这样吗？日本睡觉，哎，不行，不能去日本睡觉。对，有对，有的手机会错乱，我那次就是错乱，因为我在之前好像都是它会自己自动跳，然后结果那一次刚好就没有跳，然后结果就对，原来我一直比大家过晚一个小时，对。我超想去日本玩啊！对，怕会攻击。嗨，玉峰，嗨嗨。对啊，我那次手机就没有自动跳啊。东非人，东非人。哦，我有吃哈密瓜。那时候我们去的那个叫什么？东京的那个叫什么市场？东京那个叫什么市场？东京很有名的叫什么市场？我瞬间忘记了，等一下，那叫什么市场？对了，竹地，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吃生鱼片冬饭，然后啊，我们就在旁边看到它是就是现切的新鲜水果。一片哈密瓜超甜，真的超级无敌好吃，超好吃。可是，一片就1000块，超贵的，一片就1000块。可它真的超甜，我们在那边好像吃了3-4片吧。对，它真的超好吃的，超好吃的。然后我们还要买它那个草莓大福，哦，超赞。真的超级无敌甜的，我3个月后，真的吗？本丸妹子去那边干嘛？去玩吗？土海里？我不是大福，那个大福超好吃，那个咬下去就是，然后它是草莓，我忘记它是放在上面还是放在里面，哦，真的超好吃的。可是那大福比较便宜，大福好像一个好像才350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它就是比，是1000块吗？还是500块？等一下我想一下，那个哈密瓜是多少钱？我记得是1000块，因为我记得日本的哈密瓜真的超级无敌贵的，哦，那个牛洞排超多人的。没有，
吃了三四片。其实你要想，我们家这么多人，我们家光小孩就四个小孩，而且小孩不太会有这个。对，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对，没有没有，你们绝对没有听到。死掌握手绢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是日币，不是台币，日币，没有没有，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对，你看哦，在一片哈密瓜一千块的比较下，你不觉得大幅就觉得还好了吗？跑琵琶湖真的吗？北娃妹子，你平常会跑马拉松吗？谢谢富伟哥的守护玫瑰。什么什么山羊？你们说那个冰吗？我有吃耶，我前两天有吃。嗯，蚂蚁人会爱，李彩姐应该会爱。你好甜哦，我觉得很甜呢。大福都放在，因为我忘记那时候好像是有放在上面。吃这么好，真是样品，什么样品？嗨嗨，蓝品娟，没有没有，什么土豪力什么？我超喜欢吃麻吉的，我超喜欢吃客家麻吉。你刚刚那个巧克力，对，那超甜的。小番茄也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很多想日本最近的啊，本来没准很健康哎，都去跑步。健康，健康，给你个赞。而且，你不觉得去日本，就是你去日本就是去度假，所以我去日本之前，我都一直存钱，一直存钱，一直存钱，因为我就觉得去日本就是要去度假，然后吃就可以吃好吃一点的。客家人，我也是客家人，我半个客家人，妈妈是客家人。外公外婆也都是客家人。好，要给你去了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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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联名商品，什么东西，什么我错过了什么？半，对啊，我是半个客家人，对啊，闽南客家混血儿。可是我不会讲客家话，我只会一点点而已。可以去啊，好啊，我超想去的，其实我还蛮想去日本读书的。闽南客家混血儿，哎，不要啦，不要不要不要客，这样我要赶快跟妈咪学嘞，因为我在家都讲台语，对，我们家不太会讲，因为爸爸只会讲台语，然后我们家是就是做生意的，所以也都是讲台语比较多。可是你跟我讲客家话，我会转不过来，因为只有外公外婆会讲而已。一直喜欢吃生羊牛奶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可是就太甜，我不会很常吃。没有排挤妈妈，妈妈也会。不是耶，不是苗栗耶，哈哈，安斯特。我也超想去日本，今年只去跨年，跨年十二天，是去十二天吗？不要，不能跟我讲客家话，那我现在赶快恶补一下。好，赶快跟那个妈咪恶补一下那个客家话。不行，我的客家话目前还太弱了。一直是没的，不是耶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哦，好好好好好好哦，北原神推。啊，去九州跨年好好哦！我之前是跨年玩那个晚上，就是1月1号去北海道。苗栗客家人不是耶，我们不是苗栗的。啊，路别回来，那你要讲简单一点，你要讲简单，不能讲太难。人家对，人家还在学吗？我只学了几个句型，人家才上第二堂。第二堂，第一堂，第一最初的那一堂是试听，所以我现在只上了两堂，不行。朝语言通才
语言通才卖力，希望我可以这样。日本无缘中十年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桃花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十年后再去？嘿嘿，嘻嘻，什么？你要这样吗？然后把他拉上来，哎，不要欺负我哦。谢谢 EST 的干杯。哎，不行不行，看荔枝打住。哎，不要，你们很坏耶。我超喜欢去日本买福袋，就那个 Kitty 店， Kitty 就是 Hello Kitty 的店。然后他们以前就是我很久没有看到福袋，就之前有去的时候，他都一整袋 Hello Kitty， 然后一袋好像一万块吗？还是五千块？我忘。然后我们就为了买那一袋 Hello Kitty， 我们都存超久的钱，就小时候很小的时候，因为现在都去都没有遇到有福袋的时候，然后。我们都超期待，我们就存钱存钱存钱，我们一整趟旅程就是为了买那个福袋。什么需要什么需要什么，我帮西西去日本。好，我也要帮西西去日本写笔记啊。要要要，西西我要，西西我要，西西，我以为你是要打人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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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重心在你们这，没有啊，桃花哥，你可以出去度假，去度假，去度假，可以去玩啊！我也超喜欢去日本的，我现在，因为现在比较没时间，现在比较忙，可是还是很希望可以有时间去一趟日本。对，就算那个 Okinawa 也好，对，就是想要离开台湾一下，对，想感受一下日本。日本福袋真的超豪华，可是我都还没有看过柯南的福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跟我说哪里有柯南的福袋？还是，对，还是我自己拿一个柯南的袋子，里面全部装柯南的东西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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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被没被到，会想去的，当然想啊，当然想啊，小叮当，自身难保，为什么？线上抽签真的吗？飞镖？去也是狂吃东西，吃东西好啊，我也去那边都吃好料。哎、欸，自己做的柯南福袋，哎、欸，我刚才也有说自己做的柯南福袋，我不要激动，好，我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很方便吧，又有联航又有那个，都要日本过年几个月前啊？真的吗？嘻嘻，所有人啊，任品君。任敏君呢？那个我也要向西西大大指教。对，任敏君，我还要上你的课。啊啊！对啊，出去玩就是要胖个几公斤回来。可是我都没有胖，因为我都逛街把它逛掉，因为我都除了吃饭时间以外，在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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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去日本都是去釜山，是真的吗？那也很好吧，至少可以对去日本。嗨嗨，偶数爸爸，抢手的福袋啊！我好像知道。因为我最近就是我，因为我最近很喜欢看日本的衣服，就是他都有说那个就是像今年我2018看的时候，他说2019的要先抽，然后想说，因为他的衣服真的很好看，我很喜欢，然后可是碍于那个价钱，学生没钱，然后对学生没钱，然后想说好没关系，我再观光。对，我未来一天一定可以买到那个福袋。好，没事。啊，好吧，蓝品君，没关系没关系，那我还是很期待哦。为什么瘦了就蛋？谢谢本丸梅子的守护玫瑰。蓝品稍微像是明确东西。还说能不能再写？谢谢你的那个笔记，大受好评哎、欸，我也喜欢。喝一下水，好哦，好哦。无法，我只是因为写给荔枝才写的。我来，初期啊啊，没领薪水，没钱啊，辛苦了，九段辛苦。他有公餐吗？还是没有公餐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嘻嘻嘻嘻，不要勉强不要勉强，你赶快弄那个之后要出去的东西。
对啊，西西偷偷告白。我的水剩下一口了，我需要有效的分配，让它能在九点前喝完。我是因为栗子才有脾气。哎，不要不要，三明君不要这样，三明君不要这样。其实也不用，我也脾气，什么东西？对啊，你看哦，我最近还有，对，我还帮他做了这个，等一下哦，我还帮他做了这个，你看，还有那个标签，等一下太近了，嘿，嘿，我还帮他写了那个标签，对，然后就是因为老师都会叫我们。就是要念说今天是几月几号，然后他有时候就是对话的时候要讲说多少钱，对，然后因为我是插班进去，所以我前面的课没有上到，所以我就是数字那些都还没有很熟，然后还有日期那些我都还没有很熟，然后就变得我每次都超卡，可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在跟。我就哎哎，你不要这样。上班就算，但客气不敢算啊。可是酒店要吃饱才有办法做吧。嗨嗨，阿贵，阿贵好久没来了。真的口渴，不行不行。日文笔记没有啦，这是课本啦，课本课本。不是欸，希尔库玛不是不是不是，贝尔先生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对啊对啊，跟西西，西西我要笔记，西西西西我要笔记，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，西西可以啊，我等你的笔记哦，我还有，这是课本啊，我还有另外再写一本是，就是自己写的笔记，这是老师上课的东西抄在上面的笔记，我一定要赶快学好，我才有办法跟你们沟通，不然有时候你们讲一些我都听不懂的东西。谢谢小西的枫叶，小西，嗨嗨。可是我回家木有书就可以，那没关系，西西，那没关系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，没关系，不用，不用。没关系，阿贵，我相信涵涵一定会说我可以。我不敢说了，起来，什么什么？没有啦，我们在说日文笔记，那不是死亡笔记本，不是。谢谢阿 Kira 的干杯。嗯，我的 Siri 被我叫出来了。这是一个往后不能用日文讲秘密。对呀、啊，好啊、哦、好啊、哦，毛怪船长，晚安晚安晚安安晚安，毛怪船长。粉丝笔记本是另外一本，粉丝笔记本是这一本。粉丝笔记本是这一本，然后粉丝生日是，粉丝生日是，我把它收去哪里了？李彩杰今天在收东西，他把那本收去哪里了？收到哪里去了、啊？粉丝笔记本是另外一本紫色的星空的图案。谢谢唐瓦哥的干杯，谢谢谢谢。等一下，我一直按到笔电，等我一下哦。怎么放不下？它放下去了。好，嘿，好，这是粉丝笔记本，我找不到生日的那一本。生日的那一本是那个，它是活页夹，它可以增加页。啊，这个是我之前就是活动看到每一个粉丝的对，想就是对他们的印象，还有就是大概讲了些什么，对。然后是用这个本子，这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。我现在的笔记本也是用这一家的，很赞。我原本还有那个设计封面。看不到设计封面，对，可是我还没有开始画它。
我是我的，哎，不要了，西西不要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今天打字可能卡到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字幕那个这么多？粉丝笔记本就是记录粉丝的东西啊，姐妹俩共用桌子跟房间。对啊，对啊，小叮当。当然，老板就拿一个回寿司，真的吗？那很好，回寿司好吃耶。我上次我某一次去那个黑潮市场，哦，我在买一个，因为他们不是五点结束嘛，然后他们结束前不是都有那个吗？半额，对，就是半价的那个。哦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尾鱼吃下去惊为天人，五够好吃啊！没有，没有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不然写不完。对啊，现在粉丝越来越多，我的笔记本越来越多人了，超开心的。被记录笔记本粉丝，对啊，对啊，入坑入坑，赶快入坑。我对我的印象就是呼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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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呼吱呼吱呼吱。又来查水表，哎，什么查水表？今年考试啊，好厉害！我也好想要很流利，只要一个很单纯什么。我希望我以后可以要用到第二本，写不完。对啊，因为现在手指头都还数得出来，我希望我有能到手指头数不出来。好了，没有，不要，没事，对，没有，不要理我。鱼竿黑打趴文法，对啊，被记在本子上的粉丝一个都跑不掉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我该抱的大腿多了吧，妈妈？你说那个吗？笔记吗？日文笔记吗？没有，就是有活动的时候对粉丝的印象，要野心。好，是的，船长，太小声了。是的，船长。哦。是谁住在沙发的大玻璃里？海面跑掉，什么跑掉了？哎，不行，跑掉。粉丝直海，希望可以，不能跑。志伟，很久没来了。没有啦，没有，你都没有出声。芳芳花花，丝丝自如。本丸栗子，如果丝丝弹弦，你一定有吗？本丸栗子，那就切下吧，让大鱼开路。本丸栗子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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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掌心，为什么？笔记日本，希望可以。西西，为什么？哎，我也想听西西唱。我刚刚这样一直都有来。好了，这位你要出声啊，要讲话，我才可以跟你聊天呢。希望啊，我超期待可以看到前辈，希望我可以看得到前辈，可以跟他们一起拍照，对，好想要跟他们拍照。明明圆圆怎么胖胖？嘿，好气啦！本丸荔枝不是荔枝。没有来，没有来，差点叫不。没事，没有讲话。摊开栗子，掌心慢慢粉丝心。怎么不是先希望一起表演？没有啊，没有那个表演野心太大了。对，我们需要一步一步来。如果可以表演，我当然很开心啊，真的。我很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表演，超希望的。对，不过你跟他们拍照，也是算满足了我的心愿。好啊，教我怎么讲好了，教我。你可以，我也希望可以呀、啊，我也希望，超希望可以的，嘿嘿。
教我教我教我怎么跟教我怎么教我教我一下怎么跟粉丝说。教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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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教我要怎么。我觉得学日文课很好，可是现在学的还不够多，没有办法很就是流利的这样子对应，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对应，我只能就是绘画怎么讲，就现在学的就是日常的，也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跟前辈对很流利。我一想可以好了，我才刚学没事跟粉丝说，不是啦跟那个前辈说啦，哎呦对不起这个礼拜每个台啊，志伟怎么了？要多喝书跑加水哦，然后套嘴里，然后那个，然后要多吃稀饭，然后小就是不要吃那个重咸的，不然会很不舒服。对，哈哈，立 H 哥，验收机会？什么验收机会？对，我累了。对啊，跟前辈说。好好好，多多敷面，多多敷面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黑眼圈？好，没有。对啊，我们有卖盘。一盘盘，你的指甲呢？好，我等一下再找。那个一盘盘的指甲，我刚刚明明就收起来了。一盘盘的指甲嘞。盼你的指甲嘞，盼我等一下再找好了还没收什么鼓励啊。这晚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哦。对啊，那个就是那边可能冷气会比较冷啊，要记得带外套，然后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不要勉强，记得都要带水去喝，很重要，所以一定要带去喝，不要喝冰的，要喝温的。定位，好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塔瓦哥，伴随，我想乐乐哥什么啦？香菜的指甲，对啊，香菜的指甲。可是香菜的指甲刚刚好像不小心被我弄掉了，我等一下下播再找。对啊，快九点了，等一下来念榜了。一直要进入睡眠状态，宝宝睡，乖乖睡。没有，我也希望啊，小叮当。九蛋哦，你有吃那个鲔鱼寿司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什么哈哈哈？什么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？跟我分享一下嘛！分享一下。握寿司哦，我喜欢吃那个。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吃生的，可是生的话我都吃鲑鱼，我都吃鲑鱼。我比较喜欢，其实我比较喜欢吃炙烧过的，我没有喜欢吃那么生的。我喜欢吃就是炙烧过的、啊。然后不然就是虾子，然后玉米军舰，然后想想看，然后那个蟹肉棒，对，蟹尾棒，然后还有想想，还有带那个鲍鱼，现在应该都叫带包的那个，对，你们懂的。我想想还有什么，谢谢阿 Kira 的真情告白，明天下次见啊，不行。对啊，我也希望，嘿嘿，我还没吃小姐，没关系，嘻嘻，我也还没吃，我也很饿啊，我也还没吃啊。Abby Live 炸虾吗？还是 Abby？ 小巨蛋那晚点来补香菜指甲，对，香菜指甲。我想想看，我还喜欢吃什么？我想想看哦。我最近还吃什么？我平常吃还有吃什么？我其实我吃的东西都差不多哎，
算了，想不到。我没有，我还没吃饭，对，我还没吃。我等一下才要吃，虽然我已经很胖，不应该再乱吃东西了。很饿，看一下吧。首先不行，几乎是寿司而不是生鱼。对啊，我比较不太敢吃生的，因为我怕我会对拉肚子之类的。啊 ，Andy， 然后就纽扣拿牛蛋嘛。什么头贴会更饿？哦，爸爸，我要。不要，我不要理你了。人家就很饿，对啊，我很胖，我很胖了。不按时吃饭不健康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好卡到吃饭时间。啊，西罗克吗？我也想去，我好想吃哦。不行，你们不能这样。你很胖，对啊，很胖，对，我很胖。对，我要减肥了啦，我又要减肥了，我又要踏上减肥的旅程了。你有啥啊，爸妈，你不要再跟我说了啊啊！嘣啊嘣啊嘣！真的吗，小叮当？不行，我还是需要再减肥一下下，对，再减个。2公斤，对，2公斤，2到3公斤，狗狗过冬，好，没问题，嘻嘻。不过在日本啊，爸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嘞？你怎么可以让我很想吃之后才跟我说？可是在日本不能这样。好啦，我要来念榜了啦。啊，跟你们越聊越饿，真是的。嗯，第一名是黑哥，第二名是 Andy， 第三名是汤瓦哥。嘿，第四名是 Abby Fly。第五名是 Lin H Go， 第六名是北原神推，不要再破音，北原神推。第七名是萱萱，第八名是 Akira， 再破音。第九名是富伟哥，第十名是林国。好，等一下哦，还有。第十一名是益生菌，第十二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第十三名是哆啦 A 梦小叮当，第十四名是西西，第十五名是西罗库玛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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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谁让你提这个话题的？西罗库玛。其实我很喜欢喝贡丸汤，我很喜欢吃贡丸汤里面的香菜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还没，我们还有，我刚刚比较晚一点点开，对啊，我刚刚比较晚一点点开，哎，我刚刚，我们可能还要再6分钟，因为我刚刚处理了那个一下，我重新开了，所以这样可能。没有达到那个对时间，好，拜拜，大家再陪我一下下吗？好哦，谢谢小叮当，过完汤的香菜超赞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刚刚有断线一下，对啊，玩了5分钟，因为他刚刚断线就是连不上，所以需要再一下，塔瓦哥。那、啊、不能这样。陪你的广播耶，谢谢 Andy， 把巧克力吃完。可是巧克力太甜了。贡丸汤很好喝耶，我超喜欢贡丸汤。还有个柠檬汤哦，快，不然你刚才那个变出来那个肉，哦，为什么会啊？
到鱼丸汤超喝，鱼丸汤要加芹菜，贡丸汤要加香菜，是不是？那油花超赞的，好想吃牛排。你们都这样，在新竹啊？你们不行，你们不行，你们不能弄了那个很好吃的东西给我看。已经准备好买下半年买，真的吗？小叮当，松板年哦，你们真的很坏，不行，你们不能对一个正在减肥的人这样。你妈妈，你看他们，好没有？你看，煎饼妈妈，你看他们，你看，没有，好没有？台湾就吃得到松屋啦，不是吗？他看什么？偷看什么？我没有跟风，跟风台湾不好吃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没有吃过日本的，日本东西比较多，生物还蛮常吃的，好吃啊，好吃啊。他们不，他不是日本，不是有三大吗？什么吉野家、生物，还有一家是什么？我忘记另外，我不知道另外一家是什么。嗨，海林果，真的、哦，台湾一堆上面，因为我没有吃过日本的。啊 ，Skia 啊 ，Skia，Skia， 对，差点我都忘了 Skia 什么的。台湾有那个、啊、那几个。嗨嗨 ，CKUMK， 嗨嗨，嗨嗨，而且我的前女神开播了，啊，女神。蜘蛛，好，没问题，西西，拜拜，西西拜拜，我们再一下下就可以关了，同样的价格，啊，真的吗？你们还有那个比价过了吗？他们还没收牌的。好，对、啊、我是杰粉杰是我女神，杰女神杰，她是我女神，女神，哎，米娜也开播嘞，那个上面有提示，你是不是没有？我今天应该会休息一下了，我有点小累，对，有点累。大家对于今天的有没有什么评价呢？全补眠，对，补眠一下。前几天我一直到礼拜五都在考段考，对，对。然后昨天晚上也比较晚睡，所以我的对，然后你要那个熬夜的证据全部写在脸上。哎，我的痘痘，夏季大三角。对啊，等一下就会休息了。对啊，黑眼圈，对，最近太晚睡。现在放弃重修就开始，哎，什么？很坏。地址也看，真的吗 ？CKUNK， 真的吗？那你要不要多看一点？再靠近一点点，你可以多看一点。鼻涕怕明天会有人听到我擤鼻涕。哎，那个，你知道？哦，好吧，那是比赛。我觉得你们有比赛啊。哎，谢谢 CKUMK 的星之冠，谢谢。星之冠又没了，我自己手动星之冠。谢谢。我教你们一个，就是鼻塞啊，就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然后鼻水就一直流。那我教你们一个方法。你们只要把水瓶这样夹着，就不会流了，就吸得到空气了。对，比赛的话，你只要这样子夹着，相信我，真的有用，因为我有让工作人员测试过，没有这样子，因为之前工作人员就是他比赛的时候，就跟他说，那你可以这样夹着，就是夹着，然后等下就不会塞，结果真的没有塞。
真的啦，这不是偏方，这是日本的某一个什么健康什么什么那个节目叫什么忘记了，好像是77台那个未来什么未来日本还是国新卫视的那个会播的，对，你们知道那个吗？不能加，可以就是加原著的都可以，就是好像是我不知道，因为它上面写说假水瓶啊，就这好像是什么，这好像是什么类似什么生活好自信，对那种，对，没有，那是日本的医生说的，他说你只要，他说因为你好像是把注意力移开哦，然后他就会就是你注意力不要在这个上面，然后你把注意力移开之后，这里好像它上面有一块那个，这里有一块那个肌肉还是什么，它就会通了，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反射肌肉还是什么，反正就这里夹着它这边就会通了，我之前有试过真的有效耶，立刻去试一下萱萱鼻塞吗？国新卫视是国新卫视，我忘记了，谢谢林果的真情告白，谢谢真感冒很好，真的啦，真的有用，相信我有用，你只要拿个水瓶夹在这边，对对，水瓶其实不一定要水瓶啦，保特瓶什么之类的应该也可以，早上还可以来试试看，有塞的这种东西，对啊，刚看完演唱会，真的、哦、辛苦了，反正今年也差不多了，荔枝要去补眠了，对，刚考完段考的荔枝要去补眠了，不眠，大家晚安哦，晚安，真的吗？大家晚安喽，明天见，懂？明天见，拜拜，真的要拜拜了，大家晚安。哎呀呀，等一下哦，没有按到，拜拜。